会倒卧。你韦纳那边呢？烧鸡。会倒卧。阿牛是明天小学出了名的问题男孩，我来的第一天就听说了他的名字。他就像一颗仙人掌，哪个老师碰到他都得被扎一下。大家和我一起念，好好学习，好好学习。大家都想抓鱼，对吧？对。这样，你们答应我好好学习，我就答应带你们去抓鱼，好不好？来，你来念一下你的作文，好不好？这鱼怎么这么笨？来，我试试。你笨，我教你。你这小子报仇是吧？过来这，阿牛，阿牛，这，抓鱼啊，真得向你学习啊。八哥，他说这里只有小鱼，他要去外面抓大鱼。我要不断练习抓鱼，好，来来来，上来。夕阳真美丽，今天傍晚，我看到了我们所见过的最美的夕阳。远远望去，一座座漂亮的别野，一直连到山脚，夕阳就悬在那段高的别野上面。他那红红的脸，仿佛在对我微笑。来，来，我叫你别飞机啊。哇，好，看我的！哇，飞得这么远！哎，我还不信了，阿牛，阿牛，阿牛！小早早吧，都让他早点娃娃些说。没有别个故事嘛，你只往个娃娃说一声呢。反正来我们这里的老师，最好多发几种。你车票，给顶着了。顶着了。您好。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请。你确定是9218吗？是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核对后再拨。你爸爸一定是在外面抓大鱼，过段时间一定能打通的。
那我们明天还能在一起踢足球吗？先睡觉吧，我们明天起来再说。你今天见到阿牛没有？没有啊。아니뭐래사고你好消极的人。你为哪嘛变得消极？回答我！回答我！反正你们都会走的。嘿，你这小娃娃，你不可以瞎说话！我告诉你，不可以拿别人的手机，更不可以说假话。你们今天俺们介绍个新的老师来教你们。同学们好。老师好。我们又见面了。大家最近怎么样？还有在抓鱼吗？阿牛，你还记得我吗？记得。你还在踢足球吗？在。你还在抓鱼吗？在。有没有抓到大鱼？没有。那接下来我们要读一篇我们自己同学写的作文，作文的题目叫阿牛。你看我叫你别飞机啊。今天我们课就上到这里了，下课起。谢谢老师。老师，我们什么时候你再见？明天。